向我们五福爷跟财神爷来祈求，我们来参加龙源宫所举办的直升脚比赛，希望五福爷、财神爷能够带给我好运气。大家诚心的禀报哦，我们的五福爷、财神爷，各位昨天有没有看到财神爷出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有神威的？那个轿一启动的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吗？昨天的午轿，我们财神爷轿从庙城广场一启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神轿非常的神威，整个在我们绕境的一个路线当中。